啦，开就 OK 啊。当然有同学就是会有一些问题，我大概说一下。第一个就是说哈，我们的那个 workspace 有没有？比如说我们开启它的时候哈，它应该会跳一个那个，请你打开那个 workspace 有没有？啊，这个 workspace 我讲过了，我预设是放这边低碟的这个位置啊，所以特别注意哦。如果说你那个低碟的位置，因为我们这电脑是共用的嘛哈，所以如果你可能你的低碟的这个 workspace 不小心被砍掉的话，那它会怎么样呢？它就找不到这里面的东西，那一定会有问题。第一个啊，第二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，你可能曾经把它这什么，它的资料夹名称哦，把它更改了啊。比如说你又给它加一个底线01这样子，那当然它也是会坏掉。所以名称啊，那对应的关系啊，都不能动了哦。如果动的话，那当然一定会出现错误讯息。我尽量就是我不要去动它啊。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又把它搬到另外资料夹，当然也会找不到。OK，所以可能会有这种问题啊，你不能随意更改它的那个位置啊，不然的话，它的系统只要就是这个系统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啦。OK，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啊。如果你说老师那没我怎么我这个加了一个这个好了哈啊，你假设啦你就加了，那问题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就要解决问题嘛哈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很简单。你现在去开它的话，哈，一定会出现什么？它可不可以开？理论上应该是不能，它会跟你讲说找不到那位。可是哦，你看啊，它还是给你开起来了。啊，里面东西呢？没有，空的，对不对？哈，怎么办？有个方法，你就是哈，它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要不就是重开的时候再重新跟他讲说，哦，我的位置变了哈，我都把这个位置变到那个01了，所以你可以把它打开啊，不要用这个 ，browse 它一下，跟他讲说，哦，我换了一个位置，换到这边来了，那一样嘛，里面就有了啊，它好像会产生一个空的，这里面有一些东西，可是这个是不能用的哈，我们把它换到这边，啊，再把它乱取一下，这样的话呢哈，它就会应该就恢复正常了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刚刚同学，有没有啊？这个画面可以把它关掉，因为它一直提示你。OK， 那再来什么？还有，比如说还有同学是这个里面的东西坏掉了，坏掉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可以怎么样？假如说你的程式好了，反正就遇到我们再来处理好了哦。因为目前我都是正常啊。刚好同学就是可能有一些东西不见了，那你就是再重新开个专案，也许再重新再建一下吧，哈。那另外我写完的程式啊，都一律会放在云端上面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你实在是打字比较慢的同学，或者你一直 run 不出结果来，你干脆怎么 ，Ctrl C， 对不对哈 ？Ctrl V， 贴到哪里？贴到这边来。OK， 可不可以 run？ 可以 run， 一模一样的。OK， 反正再至少你 run 完之后的话呢，你就自己再去检查一下，到底你哪边有错误，这样也是一个方法啦。OK 哈。好，那第一个啊，第二个的话，我刚好提过，就是如果你要做逻辑判断，如果要判断什么 ，if， 好，假设的哈，大小写记得啊，不要打错了，那一定要小写的啊。如果什么 i 这个词呢，能够被2整除的话，整除哦。然后如果我要偶数的话呢，那就是你就是什么，不等于，不等于嘛，不等于零，不等于一的话也可以吧。如果不等于一的话呢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我要筛选出来的，是吧？不等于一嘛，不等于一就偶数嘛，所以如果你要偶数的话呢，那就是这样了。OK， 然后把这边对吧，把它做一个 tab 一下。这个 tab 你不能不加哦，不加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一定是在什么，在这个逻辑底下只被执行的。就跟 for 回圈呢，一定要在这个 for 回圈底下，一定也要加这个说牌。如果你不加这个说牌也不行哦，所以很多同学对那个说牌哦，好像还是不太熟，不太清楚。我慢慢做熟了哈，你就会觉得一定要这样做。那因为 Python 哦非常重视说牌这一件事情，所谓的阶层，一阶一阶一阶的。那 VBA 其实也很重视，只是说 VBA 哦，你们之前学啊，如果你没有说牌，也可以执行程式，但是我还是强烈建议啊，如果你以后写 VBA， 你还是要说牌，无论你写任何程式都要说牌。为什么？因为很一目了然，而且以后的话，你不论写哪一种程式语言哦，你都可以很快上手。哦，就像我接触 Python 哦，我几乎无缝接轨啊，真的看一下，打一打 OK 了，可以了，上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
以前的习惯哦，马上可以搬移到这边来，完全没有违和感。OK 哦，所以你说，所以我跟各位讲啊，以后如果说你们应征工作啦，可能你现在学 Python，那可能人家要的是另外一个语言的话，你也不用担心，因为语言都是相通的。不然的话呢，你永远都有学不完的语言呐。你应该学一个通哦，样样通才是比较。不然的话，你怎么会有机会？那你这个，如果人家要的工程师，他现在其实要的就最好是多种语言的，哦，不然的话，你学的 Python，你只能找 Python，啊，Python 职缺可能就那几个，对啊，大家都去应征 Python 哦。那当然你会变成竞争会比较激烈，人家要的也是顶尖的嘛，因为可以挑嘛，对。啊，如果说呢，哈，很多地方他要找，可是找不到，奇怪，为什么没有人来哦？因为大家都不知道，其实语言是相通的。OK，啊，你就花一点时间哈，找一本书翻一翻，有没有什么差别？啊，大概学习的不外乎就是变数、逻辑、回圈，有没有？那大概就这些基本的，不一样，其他大概都差不多。哦，还有呢，其实有些工作哦。其实他也不是说要你马上坐上去，马上就一定要会，除非那个薪水会很高啦。如果你是本来就什么都会的，哇，那你可以谈得很高的价嘛。但如果你的价码只有大概不到5万块以下的哦，说真的，他会有个 training 期的，他会怎么样？甚至那老板还很好，他还慢慢教你，没有关系，真的因为你的价码就是这样子好。如果他5万块以下的价码。却要求你10万块价码的那个工作哈，那你可以离开没关系。你说，因为就你像什么，你拿香蕉，你只能找到猴子吧，对不对？我是讲直白的啦哈，因为我最近也有厂商了哈，像那个也有常常问我有没有学生可以推荐的。OK 啊，如果对的行情多少，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底啦。OK 啊，所以多少钱就做多少事情，这是合乎行情、合理的。OK，因为最近那个像云智大学的电算中心也在找工程师。OK，啊，他的要求其实也是很一般啊。啊，里面的老师其实都是组长啊、主任级都是老师去兼的嘛，所以其实人又都非常好。他们找去之后啊，也不会硬是要求你们马上一定要什么什么都要会啦，反正。还可以，如果你有点底子啊，当然不能说完全没底子，有点底子，啊，他慢慢在 training，至少会给你一段时间 training 期吧，不会说马上直接叫你什么都要把它变出来，不可能的哈。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，展现出那种积极的态度，至少会让他觉得，哎，你是愿意的，好，然后我交付一个任务给你，我不会要求你马上嘛，但是你也不能说无止境的那个实现。你就是在这个时间点，你反正你可以再去找一些书籍嘛。学校反正就是有很多电脑书嘛，啊，你就自己再找去图书馆借也可以嘛。然后呢，一边做一边参考一下，OK。我想应该都会有答案嘛。而且网络上面要找相关讯息啊，也不是很困难的。但前提就是你要懂得看懂人家给你的东西啊。我发现哦。很多人即便东西给你了，你还是不会做不出来。像我答案都给你，如果还是错，我就没有办法了哈。OK，啊，像我们是马上看就知道说关键的点在哪里嘛。哦，所以我们像看书也是这样，关键的点我拿来用一下就 OK 了。但也许你们没有那么好的经验，哦，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告诉你这边是走不通的，哦，你们要走一直走，此路不通又走回来，说啊，老师这边为什么走不通？哦，我就是跟你讲那边走不通，你还往那边走，那你问我说为什么？我为什么回答你呢？对不对？哈，OK，所以就是死路一条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要走了，就 OK 了，对不对？哈，啊，你回来跟我讲说啊，老师你讲的对，确定是走不通的啊，那你要怎么办？OK，哈，好，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一个叙述了，让大家知道一下有些可能的错误了啊，这些错误也许都不是我平常会遇到的。所以你突然问我，我可能我跟各位讲过，我真的也不是那么，但我会揣摩，哦，OK，就告诉你大概的一个情况，哦，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后面啊，我刚刚讲过这个，啊，另外的话呢，比如说我要 print 1.1到2.0这样的结果，啊，课就会特别注意，我刚刚讲那个缩排哦，像刚刚同学那个 print 有没有，他把那个缩排的位置哦。放在不同的点哦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比如说我放这边计算结果哦，它应该会是
把这个2450就是双数偶数的部分全部加起来嘛。啊，如果我把它放这边呢？哎，放这边看看，放这边看一下，你会发现都不一样哦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会发现它会怎么样？有没有？它会先跑这边啊，特别就不是在 if 里面哦，所以它理论上就是反正跑一次，它就执行一次，跑一次就执行一次，有没有？不管是不是那个偶数哦，但是如果你又往里面推的话，那就变成说它只要加一次，它就跑一次。所以刚刚这边有22，对不对？哈，那如果执行的话，应该只会是加的次数，比如说它这边就是二，有加的才出现。啊，没有加的，像刚刚零不会出现，二只会出现一次，就是加了之后才去做输出啊。这个概念要有哦，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概念的话，你放错位置，程式就是不一样。哦，在 Python 里面非常强调这个阶层的概念啊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要特别的小心啊。那如果像 Java 了哈，如果你有学过 Java，Java 是大括弧。啊，它用大括弧来表示阶层，那但是在 Python 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大括弧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学过什么 Java，学过 C 加加，学过 C，就有一堆的大括弧。我以前每次光看到那个大括弧都昏倒了，头尾，而且哦，你不能有头没尾不行，哦，它也是用一个大括弧，一个大括弧，一个大括弧去刮，所以呢，哈，在那个 Java 里面哈。一个 module 了哈，它比较 module 它 class，它一个 class 就一个大括弧，然后里面如果有一个 for 回圈，就一个大括弧，一个逻辑又一个大括弧，一个执行又一个大括弧，所以你会发现哇，一堆大括弧，哦啊，差别其实除了大括弧以外，其他都蛮像的，所以 Python 有点像哦改良这个以前的那种程式复杂的部分哦啊，另外呢，在 Java 里面还要宣告变数，宣告变啊，在 Python 不用宣告。除非说像这一题比较特殊，是你要放在全域的位置，全部大家可以共用的地方，啊，否则的话会出错，才需要预先把它做一个，这不叫宣告，叫初始值，就是先给它一个零的初值，让它先放在大家可以抓得到的位置。OK，哈，这有点像共用嘛，共用这个资料，共用的概念，然后大概是这样。啊，另外的话，我有在这边有假设，我今天要输出什么1.1。到2.0，哎，那如果是写这样的话，第一个啦，也许哦，我们就一个变化题，所以你再增加一个 module 吧，哦，在这个上面按右键一样，new 一个这个 module，哦，然后也许我叫变化题吧，那我要写的方法就是你可以什么，一样 for，哎，所以我要假设哈，各位可以思考一下，如果我要输出的结果刚好要长这样子，所以呢，它第一个应该就是1.1。然后呢，一直到最后是2.0，所以它基本上变了几个呢？变了10个嘛，而且中间变的地方是多，是哪个地方？0.1嘛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如果要写的话，基本上我要给它10个范围，就是10个变数。所以呢，这边的写法就是 for i in range，OK 哈，这边就要小都小写了哈，然后从一开始到。十停下来啊，不到十哦，所以11停下来，OK 哈。然后接下来我要 print 什么呢？print 这个东西，print 假设啦。不过你如果现在把 i print 出来的话，它基本上我会出现什么一到十。可是我不是一到十啊，我要的结果是1.1吧。所以你就是把这个怎么样加0.1嘛。所以其实它基本上一定会有一。哦，所以它基本上一定有一的话，一加上什么？啊，当然你一加上一变二了，不对，所以什么？一加上多少？0.1嘛，相差0.1，乘上 i 就好了，有没有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乘上0.1，那就是1.1的吧？哦，然后它变二的时候变0.2，一加上0.2，那就变1.2，哎，应该懂那意思吧？哦，所以有时候程式怎么写出来，就推理。啊，刚开始也想不出来，没关系，你就 try 嘛，先跑跑看，好啊，跑出来不对，再改，再改嘛。啊，刚开始当然不可能那么厉害嘛，每次一下子就像打靶一样，嘣一下就中了，满靶，对不对？一定是乱枪乱打，像刚开始一定打不准的嘛，哦，可是慢慢越打会越精准，好像其实我后来当兵的时候打靶也蛮准的，大概5发哈，不6发会至少5发是中心，另外一发可能是。偏一点点，不过我们
国军的那个枪哦，真的后来的是非常精良的，连美国那边哦，他们都很爱台湾制造的枪，只是台湾买不到而已。买得到可能要私底下管道。没有那个 T91 啦 T91、哦、那个枪其实改良而且很轻哦。那打靶后来体悟到哦，第一个你一定要夹非常紧，但是又不能够飞，就不能又让你的手是没有办法灵活，就是又那种紧的程度是又有紧但是又有点不紧，就是紧中带松，松中带紧、哦、就跟那个管教方式一样，你对小孩的管教你要很让他感觉到你是很在乎，但是你又不能让他觉得你很有压力，这是一种就是以前一种艺术的 OK 哈、哦，然后你就是在那种程度下，然后呼吸要调节，好、哦、啊，当你要开的时候，你就是先闭住呼吸，好、哦，然后瞄准，好、哦，然后就砰，哎啊，手真不能动，哎，真的哦，感觉就来了，就哎，真的越打越顺了，哎，就蛮好玩的，哦，啊 ，sniper， 哦，不过像那个美国，因为我那个 LA 的朋友哦，他们枪都随便打、欸，他们那个子弹一大堆、欸，比我们国军的子弹 还多、欸哦、只是说在那边有点感觉有点可怕，每个人都有枪，对对对、哦、，OK， 好，所以哦这样的输出结果之后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理论上应该 OK 的，哦，那就是一种感觉，如果你这个感觉来了以后写程式，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太困难吧。而且像这种工作哦，嗯，也不会说一直逼你，不过一直逼你的薪水很高啦，你就找那个不要一直逼你的，薪水也不低。我觉得如果是以行情来看哦，程式设计师的薪水普遍高于一般工作，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吧 ？OK， 你随便像最低最低的哈、哦，有大概4万块，应该是我觉得是一般行情哦，普遍最入门的哦。那如果你4万块，假设是其他工作的话，一个月4万块，如果你做行政类工作，一个月要4万块也算对，所以我觉得这有点技术性的问题啊。如果说，而且这个工作可高可以非常高、哦，除非你非常很厉害那种高手级的哦，可以弹得非常高哦。至于多高了哦，这可能就看个人的，而且你看有没有新鲜的肝。可以跟他换很高的薪水，OK 哈、哦，真的，如果你年轻的，对年轻人有那个新鲜的肝哦，你说真的，你可以在短时间哈，不、哦、过前提就是你要有那个新鲜的肝，时间拉很长。另外的话，你要真的有本事。郭台铭的名句：你要我的钱，我要你的命。对，不过我觉得平衡啦哈、哦，现在年轻人，我觉得还是要重视一下品质。不过另外这边有一个问题啊，在目前为止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这边会多这个东西出来。哦，这个可能如果有答案的话可以再告诉我一下，为什么他明明就是 0.1, 0.2, 0.1, 一直到诶奇怪为什么会多一个，可能他里面计算的那怎么办齁、哦、有个方法。我们如果说不要让他这个出现的话，那就只要取到小数点第一位就好了。诶还记得吧齁、哦、取到小数点第一位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用 format 嘛。那 format 呢？取到小数点第一，请你把这个地方有没有？好，前面先加一个双引号，然后跟他讲说：“哦，我要的就是一个格式，叫做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。”这个哎呀，记得啊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先大括弧冒号，哦，少这个冒号也不行，所以以后要做熟哦。这没有诀窍，考证照也这样，就是要做熟，熟了去考哇，那感觉就对了，很快就。好、哦，通过的应该没有问题。然后最后的话，点一下，点 format、哦、OK。好，这个可能就是把那个手感练熟、哦、然后前刮弧，后面再加一个后刮弧。好，大功告成了。OK， 那我们来算一下，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地方哈、哦，执行如果是我们要的那个结果，哎，那表示 OK 了，哦，完全 OK 啊，就是看到这样的结果啊。程式的话，其实就是。我刚刚写的啦，所以这个最后的 final 的结果你们可以参考云端上面，基本上的话就第三个单元里面的第二页这边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。